认识你这么多年，想不到你是共产党。指一指，还有谁？你，哼，你。 你找死你！啊！来，化妆，化妆！是啊，这是正值谁敢打呀？晚上还有活动，你这都几点了？这，你，你，你，到底好了没得？回家去，别捣乱。 演戏必须得真实，要真打，要真实，不打不行。哎，我跟你讲啊，别害怕，使劲打。哎，毕竟是演戏，轻点打。必须得真实，一定要真打。朝那方向，不，朝那方向，我可撤你啊！不真实，必须是站着演。到底死不死气儿嘛？到底勇不勇力？哎，轻点打，使劲打。 千万别把我当什么大咖啊！该怎么打就怎么打。这小子下手也太狠了。给。小光啊，你这都是谁呀？你就下那么黑的手打的？哪个？他大明星正直啊。 你那个不找死哎！你不在家好好的养你的马，你跑北京，你做啥子没？我来找三妮儿。说普通话，这个圈子里都得说普通话。你这个普通话有啥子好说的嘛？上个月再创票房奇迹的《影帝正直》。 完美的诠释了民生信用卡尊上非凡人生的定位。郑哥，郑哥，你怎么今天看着不高兴啊？郑老师，你脸上这是什么？哎，是啊，郑哥，您脸上的这个是……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个呀是明年最流行的彩妆。我昨天在巴黎时装周上看到过类似的妆容。原来是这样！嗨嗨嗨！郑哥不愧是时尚圈的领军人物。你猜我看见谁了？ 就你最喜欢那个电影明星，看来我们都out了。郑直，是啊，你们 out 了。什么？好，你等着。大家好啊，我是郑直的经纪人劳伦斯了。哎呀妈，这是你了，这时候打过来了。郑老师，你知道吗？我老婆特喜欢你，真的。 你媳妇儿啥程度，我老婆在怀孕的时候天天看你照片，天天看你照片，最后还生下来，你长得特别像我儿子。那个，我跟你说了啊，有事儿了啊，麻烦你给我拍张照呗。一二三，茄子！哎哎哎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公司规定不许拍照。对不起，郑老师啊，谢谢。不许拍照，谢谢。太好了，哎呀，太好了，郑哥。 梦幻西游，请您串小白龙；魔兽西游，请您串牛魔王；罗勒西游，请您串黑山老妖。郑哥，郑哥，你到底去不去呀？一概不去。那行，那你把接下来给戏的本子你挑一下吧。啊！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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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选一个吧。Thank you.
八号。男主角正直，正直是号称钻石万人迷、人肉发电机的女观众杀手，她真的是集冷血硬汉以及阳光少年于一身的完美男人。再次掌声欢迎正直。好，朋友们，现在跟在正直后面的是本片的女二号琪琪小姐，欢迎琪琪。小姐出演了很多的影视剧了，大家对她也非常的熟悉。琪琪，再次欢迎你。哦，是，现在向我们走来的就是本片的女主角苏妮娜。我们听到了大家热情的掌声啊！大家认识妮娜还不到一年的时间，但是随着几部力作频频上映，妮娜可以说是红透了半边天，对吗？欢迎妮娜，欢迎欢很多人说你是花瓶演员，你对此作何回应？苏妮娜，您对整容事件怎么看待的呢？其实今天是我们新电影的启动仪式，私人的问题我不想回答，就简单说两句吧。对呀、其实也有很多人说我是花瓶啊，我觉得这种问题应该分两个方面来看。我觉得演员其实很忙的。正直正直，这两位女演员，你更喜欢谁一些呢？两个我都喜欢。哎，苏妮娜，我想问一下你，听说你天天失眠，天天吃安眠药，最近精神有点抑郁，是这样吗？其实失眠的问题我也经常有啊。哎，董胖哥，脸部点油我们要配哦。油膏王喽，江不动啊。哎呦，我洗洗滚了噻。瓜皮哟，这部电影我们要拍，用北京腔。这部电影我们要拍。嗯，拍拍拍拍。哎，新来的新来的来拍。我告诉你，咱们这行高危行业。你看咱们这个钱啊，哎，喝，拍戏还能喝酒啊？他是设计人物呢，今天设计的什么人物啊？油油，你看我演的像不？那个几个群众演员，走起来！安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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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哎哎，什么叫安吉啊？安吉就是 no good， 不好，再来一遍。哦，就是难搞。你看啊，我们这行吧，特别危险。好的，漂亮，好，这样可以吗？漂亮，看镜头，看镜头，不，这个很棒，漂亮，可以再近一点，好，侧一点，漂亮，看镜头。郑哥，我们找个时间讨论一下剧本好吗？不用了吧，我喜欢新鲜感，拍摄的时候会有很多惊喜。啊，近一点，近一点，漂亮，好，休息一下，好。这组海报一曝光，不用火。张主任，导演呢？这么重要的启动仪式他不来，机票难买，今天准到。刚刚在国际上拿了大奖的好莱坞新锐导演曼迪吴啊，导演好。
你好，郑直，希望我们合作愉快。现场走戏，迪哥，我们第一个镜头从这上面摇下来。要什么景啊？中景。这一个笨呐，这都记不上。给演员上无线。好的，没问题。来，把他们下一下。各部门准备了。三点二，安静。演员好了吧？预备，开始。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！哎呀，追呀，追呀，追呀！放开，放开，放开！真累。看，再来，预备，开始。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别站住！你别跑！你不是他停了，我们怎么办？过来！导演没喊卡，继续吧。抓住他！你站住！这有点近，有点近。三妮，我是船长。船长呀！嘿，你啷个跟他们一样说港台腔的？导演，需要告诉我。你不认得我了噻？我们8岁的时候还订了娃娃亲的嘛。是东哥叫你来的吧？啥子哦？我个人来的。别跑！追！追！你站住！追上他！那是小时候的照片，想起没得？你不是认错人了吧？抓住他！想起来了，你身上有3颗痣，你让我看看嘛。哎，干嘛呢你？让我看看嘛。你别跑！导演看吧。停！放开我，三妮。别！他新来的，他不专业，别跟他一般见识啊。跑那么快干嘛？我还能更快。这场戏你得追我。是啊，我是追上你了。不，谁找的这群众演员？你捣乱是不是？我觉得错不在他。郑直，你为什么在导演没有喊咔的情况下就停止表演了？各部门准备，再来一遍。吴迪，你这干嘛是腕儿？我知道以前是我不对。我不谈以前，只谈工作。好，刚刚明明是群演不对，刚才对不住。你为什么当着那么多人面指责我？他想见恋人的感情比你更为迫切，我想要的不过是你内心真正的情感。你要的？你别想歪了，是导演想要的。来，我们准备再来一遍。预备。现场安静。开始。停。请郑直再跑快一点。预备，开始。停。郑直，你能跑快一点吗？再来。停，再来，开始。停，开始。停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停，再来。停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
弄点吃的来。小竹，您的着地话贴的不对啊，兄弟，拿一下。啊，嗯，哎，那是刀具，别吃啊！我跟你说，还吃我也不吃。大哥，你帮我看一下啊，别吃啊。又来了。你长大以后想做啥子？想当大明星。当完大明星以后喂，再给你做媳妇儿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来找苏妮娜小姐说句话。苏妮娜小姐特别要求，请你不要再靠近她。你这样的人我见多了。哼！我也着急啊，我找不准人了，兄弟。面，你咋把面给吃了？不是我，我刚才，后来我，大哥，你得替我证明一下。吃了就吃了呗，一碗面的事儿。我的哥，那不是面的事儿，那是城市的事儿。嘿，不是我吃的，我不得骗人的。不是你是谁呀？啊，算我吃了，好不好？我的哥，你就别替他打掩护了，你咋干出这种事儿来啊？狗吃的，嗯，狗吃的是吧？这是你说的，你跟我一块去，把那狗给我找出来。哎，贝贝玩狗啊！哎，我来吧。咋又是你啊？刚才没帮你看住面，我帮你干活吧。你慢点。哎。所有无关人员都闪开了，我们拍了拍了，快点！我是船仔，你不记得我了？快点！开始。百合，你怎么不吃？咔！我们再来一条，道具准备面。不好。我需要你更强烈的饥饿感，再来一条。把面加满，加油！开始。停，正直。你为什么不把面吃完？还有。不要忘记跟你的对手演员有眼神的交流。好，再来一条。来了，预备，开始。咔，好，再来一条。来了。哎，导演，这面不装满行吗？加满。哎，建哥，你行不行啊？预备，开始。OK， 还不错。大哥，这臊子面多香啊！要是我，一顿能吃三四碗。等等，说的对啊，
一个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穷小子，不会让桌上还剩着一碗面的。正直，再来一条。我希望你把你自己的面吃完以后，把妮娜那碗也吃了。等一下，主任，和我去复警。好，我就准备撤。Nice work， 明天继续。明天我有病。什么病？胃，重度撕裂。是你的表演不到位，在你还没有出名的时候，曾经为了一句台词，设计出五种不同的表演方式。难道要我为了吃一碗面设计五种方式？我只想让你狼吞虎咽地吃完那碗面。导演，请你示范一下怎么样狼吞虎咽呢？浪费了，怪可惜的。我加了点辣子，比刚才还好吃。郑哥，郑哥，张导电话。哎呀，张导啊，好久不见，想死我了。哎呦，兄弟，办事呢？啊，没。有正事，想到我这串场戏吗？啊，串戏没问题。好嘞，你继续快乐快乐啊！好，郑哥，你不是不愿意串戏吗？换个环境，轻松一下。那剧组这边咋交代啊？三妮不在，我就不来了。凭什么你小子说他就是三妮？从小我们俩一块长大的，他胸口还有三颗痣，不信你们可以去看呢。胸口？胸口？好。回房看看，哎，郑志，你请过来一下。浑身上下都是炸点，都打成筛子了，这就叫负伤吗？这个，张导，那就再来一条，千万别将就，好吧？什么叫专业啊？看见了吗？这不是浪得虚名。开枪呢！哎呀，我知道，后期用电脑画。哎呀，我和郑老西就在医院了，你先拍点别的好了。大哥，哎，大哥，你们那谁了？大哥，一会儿能用你们的车捎我回去吗？啥呀？郑哥的车捎你？帮个忙吧，帮个忙吧。哎，哥，你没吃饭吧？来，我这有热鸡蛋。哎，别客气。答应了，谢谢大哥。我换了衣服，马上过来。等我啊。要吃的吗？那你在吃什么？郑老师，饿着你就是饿着电影事业。我这就请你吃大餐去。好，郑哥，郑哥，电话。这辛苦你了，是我，谢谢你啊，谢谢啊。你谢谁呢？医生。你在哪家医院？没吃饭。你什么时候可以到现场？都是勉强的。我是问你多久可以到现场。嗯，不用准备了，我不喝酒。你顺便看看你的耳朵吧。你耳朵坏了？你有病吧？对，胃撕裂。导演，
赵老师排戏从来不等人啊。不愧是大腕，你一来，我们这片子最少多卖3000万。哪里哪里，最少1亿。您真谦虚。我这叫谦虚吗？差不多。行了，拍吧。嗯，赵老师，您先看看剧本。嗯，全在这儿了。要不给您介绍介绍导演，美国来的，得过奖。赶紧拍，我有事儿。哎，拍不了，你还得等会儿。正直还没来。我说你们怎么粘一胡子给我粘2钟头呢？要不您先喝点水。不喝。来杯咖啡。没问题，主任，我请赵老师和全组的人喝咖啡。赵大腕还得现场等着呢，这咋整啊？怎么郊区也堵车啊？哎，曹小璐。有饮料吗？走得急，没带。谁也行。好饿啊。纸巾。你怎么在这？我在医院呢。对，说肠萎缩。您能先拍别人吗？我看完病马上就过去。好，谢谢。赵老师，不拍了。我太不像话了。我没见过这样的演员。您说怎么惩罚他吧？应该向您这样的老师学习。等这么长时间，要搁别人肯定不拍了，是不是赵老师？哎，这里没话。您呢？听说你老失眠，安眠药。大白天要睡觉啊？别嚷了，郑哥，我没让他上车。去！狗狗狗！咬！保险公司怎么回事啊？平常没事的时候总给我打电话推销，现在真出事了，你们咋就这么多事儿呢？郑哥，其实只要人没事就行了。刚才车腾空的时候，我还在想，嘿，这辈子有郑哥这样的大明星陪我一起死，那我也算是值了。哎，郑哥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郑哥，你看他们接我们来了。慢点，慢点！哎呀，郑老师病得很严重了。路上塞车，不好意思啊。你哪儿不舒服啊？郑哥。郑哥一定是饿的，他在那个组拍了一上午，连饭都没吃呢。你串戏去了？你知道赵老师等了你一上午吗？去，我要求你必须向赵老师道歉。赵老师啊，赵老师，赵老师没生气啊，睡得挺舒服的呀。好，今儿不拍了，收工。不拍就不拍，什么了不起啊？哎，导演，还是拍吧。哎，导演，哪儿都有你呀，怎么？是不是？我要说错什么？多嘴。郑哥，
江哥，赵老师，嗯，赵老师醒醒，哟，嗯，郑直来了，嗯，拍戏来，嗯，哎呀，赵老师，今天不拍了，为什么呀？刚才瞧您睡挺香的，就没好意思打搅您。哎呦啊，都怪我，都怪我，哎呦，你看这事闹的。大双老师，小双老师，小鹏老师 ，Hello，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啊？你下部戏不是要演个体操运动员吗？有人请我们来帮助你，我们特别开心。那是谁啊？那不来了吗 ？Peter。哥，今天伙食怎么这么好啊？吃你妈，吃都堵不上你嘴。你说我们这些跑龙套的，要是天天吃这些，我还卖什么保险？大家注意了啊，这都是苏妮娜的男朋友请的，都别客气啊。主唱人员今天晚上到紫玉轩茶室参加苏妮娜的生日 party。好。我给你找的那些教练还满意吗？谢谢你的安排。刚才那件礼服其实挺合适你的，太夸张了吧！如果那么介意别人的眼光，干嘛还要当演员，搞得自己那么辛苦？你呀，总回来看我，也很辛苦啊。还好啊。水果还有美女的，到你见着苏妮娜没有？苏妮娜，又没注意啊！让你去干嘛的呀？我看到好吃，看到好吃的你就吃啊！川子，不行算了，咱别做癞蛤蟆。我就要看看三弟是怎么想的。不是，喂，不是，你从哪儿走？这智障吗？去去去，快快走走。哎，他们怎么都戴红领巾呢？这叫主题趴，我早有准备。哟，你真行！行行行行行。这样就对啦。是巴兰迪荣，就巴兰迪荣，就巴兰迪荣。计划是这样的，你们俩往那边走，我跟川子往那。我都快认不出你来了。对呀，哪儿整的？韩国，比国内都便宜呢。你们要整吗？我有电话。好啊，等会儿。主任，什么时候才能拍到我的戏啊？导演跟男一号吵起来，帮他做做功夫。啊，好。真的，没戏。郑哥，我们合个影吧。好啊。谢谢郑哥。照完了吗？嗯，郑直。来来，导演。怎么样？整个剧组都是一家人，喝一杯。别喝了，二位别喝了，本别喝了，咱这道具来了，上后边看看去。副导演，快快快，拉着导演去，上后边看看去。导演，别喝了，别。导演，
般美好。亲爱的，我一直说过要给你办一个终身难忘的生日 party。 嫁给我，带上它，就做我一个人的明星，好吗 Peter？ 我现在还没想结婚，真对不起。好，好，好样的，好，好，太棒了！哎哎，快快快快快快！妮娜，妮娜，我知道刚才的求婚是有点突然。不是，我只是觉得我留在这里蛮尴尬的。Peter， 对不起。妮娜，明天我就要去美国，你能不能给我个答案？三妮，干嘛呢？不是，我找人。干嘛呢？走。不是，我跟你们说啊，我是嘉宾那边跟他有事儿。干嘛呢？站住！什么没有啊？我找人。找人？你马上就能。我找人。找人。对不起。喂，三姐，走开！躲开，躲开！不好意思啊，我找下洗澡间。你为什么老是跟我过不去？川北酒就是跟你过不去，影帝的度量就是跟别人不一样。好啊，跟我来真的是吧？今天谁先倒下，谁以后就要无条件服从对方，怎么样？说走就走，真洒脱。为什么？为了成全你啊。又为什么回来？为了我的一个梦。跟这个电影有关？哎呦呦！明天的戏还拍不拍了？明天七点照常拍摄。走走走，走。
这多像咱们七岁那年，你放羊把李婶家的菜苗全啃光了，我拉着你跑了二里地。然后呢？然后你跑不动了，非得要我背你，结果在我背上睡着了，给我累的呀。嗯，对，蛮累的。你想起来了？那个是三妮儿的童年，不是我的。什么？你没看过报道吗？我五岁学钢琴，六岁学习芭蕾，然后八岁就学唱歌。太能编了。哎，那个皮蛋是怎么回事啊？皮蛋？Peter， 以前我出过一次车祸。Peter 刚好经过，他马上把我送到医院去。其实他是个挺好的人。那你为什么没有答应他呢？你不会明白的了。睡啊！我，哎，你饿了吧？我给你煮碗面去。我有这个。你吃的什么药啊？这是我的早饭。这个。我要保持身材嘛。谢谢你，你的童年很有意思，我很开心。哦，对了，这衣服。你穿着吧，别感冒了。好。拜拜。拜拜。郑哥，来，快点。进去，进去。拿鬼子，郑哥，郑哥，见到郑哥了吗？没见，没见。慢一点，郑哥，快！怎么能肿成这样啊？看看照片，这还是你吗？我也是，想让鼻子再高一点嘛。谁让你们那么早拍到我？老师，我看一眼。哎呦，慢点，慢点啊！哎呀，这柜子太重了啊！柜子往哪放啊？里边，里边。各部门准备85场。导演，这妆怎么上去？上什么妆啊？给他抹点血就行了。安静。爹。待见了。桂花。小姐，我对不起你。怎么把我丫头打成这样？闺女啊，她都招了，你还这嘴硬啊？说人就藏在你的屋里。爹，乱说。这事关女儿的清白。走。等等，我自己来，别脏了我的东西。这有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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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吗？中东石油大亨不是不让搞穿越剧了吗？大哥，你这是咋了呀？他这是在梦游啊。我。哎。不好意思啊，喝多了，喝多了。导演，改戏要告诉我。导演，洗手间在哪儿？那个饭来了吗？这边放饭吧。饭了，走。谢谢导演。我说百合啊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你爹地不愿意我们在一起。OK， 把马牵过来。有必要吗？没有全景交代，观众怎么知道你们两个在骑马？难道观众会以为我拿着缰绳开飞机吗？那万一观众以为你们在拔河呢？郑哥，你下来跟导演聊行吗？撑不住了。
好，下镜是我。脖子没事吧？谢谢。迪哥，下镜这边，带上山。经过那一晚。哪晚呀？哎，你要对人家负责的。 郑哥，我不太会骑马，没事，马很通人性的，不像有些女人。什么意思啊？郑哥，炮班长出去马，赶紧挪开！快班长，出去，快扒了条路，那边的。郑哥，救命啊！郑哥，保护演员！郑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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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郑
穿出穿越来的，导演，导演，导演，什么指示？别过来，有炸点！导演，什么？别过来，有炸点！危险！前面有炸！危险！导演不是您让炸的吗？炸着我了！跳啊！跳！跳！靖哥，你想上厕所吗？妈和女人都靠不住啊！骑马把你伤成这样，原谅我好不好？好小子，老帽，我早就看出来你在外边有女的。对不起，王大姐，我认错人了。东西有认错的，这爷们儿有认错的吗？行了，咱女的为嘛为难女的呀？啊，我给你倒地儿，我下岗。你妈这破玩意儿，我本来就不想要，我可退出去了。三妮，药片可不能当饭吃啊！回头我给你做鸡蛋面吧。好了，照顾好正哥。谢谢你来看我。啊？啊，是看正直老师。
导演，川子，你怎么样了？我没事了。啊，正直呢？喏。来，来露一下，一、二，下雨。哎，beautiful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来一来，再来一张嘛。再来一张。最后两张。对，这个小姑娘很调皮的嘛。来来来，就你露一下，露一下，一、二、三。让她好好养伤吧。最好最好。哎，不是那个梅蕾露一下啦。一、二。爷，谁送的花？啊，是导演。人呢？他在门口看了一眼就走了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正极老西很辛苦的了，照完就可以走了。来来，哎呀，可以了可以了，需要休息的了，这个护士都应该知道了，是不是？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好，再见再见再见。郑哥，你以前也吃了好多苦啊。你说，有一天我能像你现在这样吗？想当明星？我是为了三妮儿。你怎么能确定苏丽娜就是三妮儿？我有她小时候的照片啊。郑哥，你说三妮儿她到底是怎么想的？是啊。女人到底是怎么想的？开始！闪开！闪开！都给你先走！啊！范阳！放开我！啊！啊！东哥！东哥！东哥！放开我 ！OK， 过了，下一场。好，各部门注意下一场。郑哥。郑哥。郑哥，你怎么了？郑哥，怎么是真刀啊？怎么是真刀啊？郑哥，郑哥，你醒醒，你醒醒！郑直，郑直，郑直，快叫救护车呀！救护车！救护车！有些话再不说，就没机会了。你不吃啊？给你吃。今天啊，在剧组动作太慢。一盒饭都没抢到。郑直，我们私奔吧。当年，我们都太年轻。说那些了，你还疼吗？不重要。其实我不怪你恨我，我有一个愿望，你这次回来，这次回来，你说究竟为了什么？其实，我这次回来是……郑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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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一定要坚持住！我没事啊！千万不能晕！我晕了，我没晕，我晕了，我晕了，我没晕！不行，我不能让你晕，你一定要保持清醒！晕了，我已经被你打晕了。你已经不会演戏了，连装死都装得这么假。哎，你全知道了。你说吧，到底是为什么？一部电影
就是一个梦想。我本来以为你可以帮我完成这个心愿。能再说明白点吗？希望你认真看一下剧本。都是你们出的馊主意。师傅，不用去医院了，回。川子啊，你觉得我们两个有什么不一样？当然不一样，我是小群演，你是大明星嘛。我是说，我演的那个穷小子，跟你现在一样吗？那怎么能一样啊？你不管演不演戏，那都是一股大腕的派头。川子，川子，川子，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我要体验生活。哎，大哥，两个男人睡不好吧？睡完了。谁说你发了你的迷谣？什么藏地诺都梦顶巴兰迪奥？这飞机哪哪，我要你的你的理由。Let me go, let me go, give me some money, oh, 这是哪里的哪里的理由？不要大声说话，十块钱一位啊，十块钱一位出表现金，只能有蜡烛啊，开灯的时候一宿。对，要有纪律，要排好队，不许出声，听明白了没有？跟我走。厕所在哪里？啊，啊，这么晚了，上厕所还要排队。来来来，哟，还有人送饭呢。现在要饭的都是假的。青哥，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啊？梦见自己的告别仪式。郑哥，你说你受这罪干嘛？何必啊？我想找回以前的感觉。看，没有人认得我了吧？张志吧，快看呐，这不是张志吗？真正真志，哪儿直啊？这回我可看出货的了。给我签个名吧，签啥？你别拉我呀！大伙儿快来看呐，大明星张志。
百合，快跑！我实在跑不动了。你爹的人就快追来了。走。郑哥被绊倒了。杨颖，郑哥快把我压死了。我不是故意的。哎呀！你还不快起来？换好了吗？好，下面拍替身。来，替身来了，快点。沙好多。哇，好多沙。导演，待会滚下山坡的时候啊，如果能够再加几个特写，效果一定会更好。导演，替身可拍不了特写，那就不要替身了吧。好啊，我一定会好好配合你。走。走。老弟，来，演员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啊，百合小心啊！好啊，百合啊！好，我检查一下回放。好，怎么样？效果还可以吧？我是觉得，如果只是从这个沙丘上直线的滚下来，看上去……那就再加点石块啊、荆棘什么的。那不行，太危险了。从人物出发没关系。那这样，我让鼓风机再靠近你们两个，效果会更好。好，妮娜，你行吗？我可以啊。哎，你干嘛摘护具啊？护具太臃肿，特技动作不太方便。不可以，不戴护具会受伤的。没关系，为了艺术吗？娜，哎，姐，有事吗？啊，我听说你有张苏妮娜小时候的照片是吧？你给我看看呗。你看她干什么呀？哎，人家说那张照片可是假的。你看，我不会骗人的。哎，真的。哎，谁让你拍的？哥，你们吃饭去吧。张哥，你们吃饭去吧，快去吧。是的，是的。辛苦，辛苦，辛苦。对不起，同志，这里不能洗车。哎，警察叔叔，那我们是演员，体验生活。体验生活。正直，大明星，大明星。你是正直？
倒是挺像。你看我像孙楠吗？开什么玩笑！来，快点走吧，这儿不让洗车啊！再洗车，我可真要罚款了啊！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！哎，警察叔叔慢走。Excuse me， 我想找苏妮娜。皮蛋，你找她干什么呀？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？苏妮娜在拍戏呢。那麻烦你带我找她一下。Thank you。不是人呢，这马上要拍了，人在哪儿呢？快点啊！快点，快点！哥，来，继续那边，那边，快点，快点！啊，谢谢。妮娜 ，Peter， 你怎么来了？你的犹豫，我理解。不过我愿意等。谢谢。请正直和妮娜过来一下。好，来了。等一下，先拍个全景啊，好吧？你先准备。无关人员请退场。妮娜，等一下，我要拍一个男女主角双唇接触的一瞬间，很唯美的镜头。你们有什么想法吗？不好意思，合同里写得很清楚，我们妮娜的吻戏必须结尾。导演，玉女形象啊！再说她男朋友还在。那我还拍不拍了？把这场戏删了。好，通融一下嘛。用替身吧。你行吗？不管面前站的是谁，在我心里最爱的人只有一个。好，准备吧。快找个嘴替，长得像苏妮娜的。这个不行，这个也不行，这也不行。那怎么出去带胡子的？谁让你们把男的也放里面了？男的出去，时间来不及了，就一特写。好，就是他吧。战哥，我是你的粉丝，我等今天等了好久了。加油，你可以的，快！是是。预备，开始。啊，亲爱的。停！这位演员，你可不可以矜持一点？哎呀，我矜持不了。我要你闭上眼睛，等正直。啊，我等。停。还是我来吧。老师，辛苦了。好厉害！我希望通过这个吻，把你们对爱情的那种刻骨铭心表达出来。静一下，好好准备。嗯。送给你的，这么好，这是什么？巧克力。祝你第一次当男主角就一炮走红。打开啊，给我戴上吧。戴上了，就算我答应你了。正直，我怀孕了。原谅我不懂珍惜，别走好吗？我懂了。Thank you.
准备转场。孙俊娜，你是不是叫三妮啊？孙俊娜，这张照片是不是你啊？你的资料是不是都是假的呀？对，孙俊娜，你前夫是不是叫川子？哎，郑大班，你知道这些事儿吗？郑直，你休息。哎，媒体朋友，咱们这是拍摄现场，千万别妨碍我们工作，好吧？哎，没事没事，请大家都到外面吧，我一定配合。孙俊娜，哎，媒体朋友，先不要报道，请你们孙俊娜给大家解释一下，孙俊娜，你给大家一个解释吧。孙俊娜，请不要回避。孙俊娜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跟我们说说吧。你给大家一个解释。好，第一，照片里的人不是我；第二，川子只是剧组里的同事，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哎。哎，你就是川子吧？哎，你们是不是已经结婚了？川子已经结婚了呀，是不是？川子是不是？你们都搞错了，错了，你们都弄错了。我就是一个粉丝。我之所以说她是我媳妇呢，是我太崇拜她了。那照片是怎么回事？这张照片是我找人做的。这世上根本就没有三妮这个人。哎，你们走了。你们不能把他毁了。七七，哦，你醒了。我问过医生了，医生说你是减肥过度，所以才……啊，不过没关系，多休息几天就好了。你……我是来道歉的。上次那张照片是我发出去的，我只是想增加一下自己的关注度。算了，我不怪你。其实我也红过一阵子，只是这几年。想想自己做的这些事情，何必呢 ？Hello, ladies. Room service. 你比我幸运，还有更多的选择。吃点东西吧，吃完了跟我回家。郑老师，你整天说进度，怎么明天又不拍了？苏妮娜呀，要参加节目，宣布拍完这个电影啊，就退出影坛，嫁入豪门，这可是个宣传的大好时机呀，我们全组一块儿去。
就算你要走，至少跟他道个别吧。我又不会说话。相信我，我来想办法。明星全接触，那今天我们请到嘉宾呢，就是苏妮娜小姐，欢迎她。大家好，我是妮娜。哇，今天的观众朋友真的是非常的热烈。妮娜现在也是越来越红了，所以观众朋友们也想了解你更多一点。那今天啊，我们的节目呢也设计了一个环节，就是有请三位型男呢，他们分别要使出自己全身的解数来赢得你的欢心。但是如果啊你要是不喜欢的话，就可以让他们 pass 了。那好吧，下面有请我们第一位男嘉宾。喂，你到了吗？喂，特写给到妮娜这边就好了啦。哎 ，Peter， 这三个人都是铺垫，关键是你最后的出场。当众宣布，影坛玉女急流勇退，未了真爱是傻泪告别，哎呀，太震撼了。看见，我是川子。川子。你不是认错人了吧？这都像咱们七岁那年，结果在我背上睡着了。是，我太崇拜他了，你们都弄错了，你们不能把他毁了。这世上根本就没有三弟这个人。嫁给我。谢谢谢谢二号男嘉宾，真没想到啊，二号男嘉宾跳舞跳得这么好，也被妮娜小姐淘汰了。那现在我个人呢，也是把希望寄托在三号男嘉宾身上了，希望他可以赢得妮娜小姐的芳心。知道去三号男嘉宾是吧？嗯，跟我走，那边是进口。下面有请三号男嘉宾。你好，三号男嘉宾。刚刚我有看到前两位的男嘉宾的表演，真的是非常的棒，又能载歌又能载舞，不过啊都被妮娜小姐给 pass 了。不知道三号嘉宾，你接下来要带来什么样的才艺可以取得妮娜小姐的芳心呢？我只想对苏妮娜说几句话。我只想对苏妮娜说几句话。我能为你做的如同苍茫世界中的围城。我就是臣。不对不对不对，正直。哎，这我是件小秘密，就是我们之间的秘密。你在说什么？哎，闪开了，闪开了。我啊，哎呀，不是啦，耍大牌还行。苏妮娜，我想说的是，你以后要按时吃药，不要按时吃饭，不要管别人说什么，你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只要你过得幸福，
我现在就踏实了。再见。不对呀，应该放 Peter 求婚的 VR 啊！你们是要怎样来了？导演，这机器好像坏了。别走，等我。今天我来是想告诉大家，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是需要用心来维系的。曾经的我也被现实牵绊，弄丢了对爱情和梦想的坚持。妮娜，有一个人一直用最朴实的温暖支持着你追寻梦想。人生不怕 NG 重来，相信你会做出最正确的选择，加油！其实今天苏妮娜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宣布。相信大家都知道，我拍这部电影的时候放弃了好多，也曾经怀疑过自己，就是这个人，他帮我找到了答案。导播啊，导播，这怎么回事啊，导播？川子，我饿了，想吃面。走。我们还是挺有默契的。这出戏你导演的不错。其实当年离开之后我一直后悔。以前的事我也想吃面。哎，你还想去洗手间吗？还来。哦。你想吃面吗？嗯。下面有请颁奖嘉宾齐秦先生为我们颁发最佳影片奖。本次获得第46届天下华语最佳影片《小城往事》，恭喜！下面有请导演吴迪和影片的主创人员上台，有请。下面请发表获奖感言。
这部电影完成了我的一个梦。导演，这不是梦。今天郑哥托我带来一个礼物，看大屏幕吧。吴迪，曾经我们错过了彼此，你也错过了这只戒指。过了，继续。好几个剧本等您看，好几个电影等您去串戏。我说你小子回个电话行不行？好歹我是你经纪人，好歹我是你哥呀，给个面子行不行啊？现在你终于承认自己是三妮了。如果我不是三妮，你还会对我这么好吗？不管你是不是三妮，我都会对你好一辈子。我是三妮儿，我胸口有三颗痣，不信你看。导演，苏妮娜到底是不是三妮儿啊？对啊，导演，我特想知道。我觉得是。我倒觉得不是。说是就是，说不是就不是。什么有没有？浮云有没有？反正你信了没有？都市的街头，谁不是蜗牛？天门都听见了。为什么到我这儿就没绑呢？当初你说走就走。最好的牛我们要为剧组节省每一个铜板。最多一个亿，老马，加油！阿顺的，阿顺的。
来。太沉了，可能是我太沉了，没有开。哦。